可以，他行。让我惊讶的是，他好像体力就是用不完，就是一直跳一直跳，然后一直出来 battle， 一直出来 battle， 然后。真的，我发现真的跳那个 breaking 的真的是体力超强。一定要啊，肯定要、啊。就一直不停的就是精力旺盛，好像你拿举重拿那个哑铃在端来丢来丢去的那种感觉。哇，那个下去那个哇。胳膊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太累了。太累啊！就累了。他们那现在已经时间了，今天等一整天嘛 ，breaker 到现在其实肯定会，而且今天又 battle 那么多了，肯定会有一点累，但。但因为体力，这个刚刚他这段作品也是相当辛苦。非常非常辛苦，对啊，而且，对啊，刚刚跳了。都是一直在技巧。对。对，但是。你说什么？但是呢，总觉得。他缺点什么东西？就是没对上。现在时间了，真的现在是因为十二点钟了。因为在我们海选的时候，咱们接的时候，他也在。对啊，他也在。他在 battle 嘛，就是跟我们请冠军。因为上次 battle 的时候，我也用他，他赢你，然后就这样子嘛。跟那个时候逗你了，逗你了。